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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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6号，今天礼拜一啊。现在是上午的8:30，温度呢是车里面是10度，外面的49华氏，我操，我把它调成摄氏度得了，OK， 调成摄氏度，我们现在的温度是10摄氏度啊，差不多和车里面的温度差不多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是今天出发去上课，今天是第26天，26天，然后这边油价是3.73块，还是没有变化，26天。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，大概是3、4、35天的时候会有一次期中考试，也就是下个礼拜。你看没有，很快一个学期就已经上去过去一半了，真他妈快！哎，今天呢比较庆幸的是我还活着，昨天呢我就担心，我就抱着必死的这个心情说，我今天治疗了，明天可能就醒不过来了。哎，然后哎，比较幸运的是我今天又活过来了。哎，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，反正下礼拜去看看吧。要不然的话。感觉你身上绑着一个什么定时炸弹似的，你随时可能引爆，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，不叫定时炸弹，叫随时炸弹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爆了，就跟那个胎似的，就跟那个车胎似的，哎，噔，然后昨天晚上生意没有礼拜六好，礼拜六吃肉，昨天晚上连干饭没吃上，昨天晚上做了120左右吧，但总共加起来上礼拜已经算是这几个月来最高的一个了，上礼拜是600多吧。600多已经算是这几个月，从我超市不干以来的这几个月，是最多一周了。之前有做到500多的，都没有超过600的。哎呀，我就有些纳闷了。你看平常咱们身体好的时候啊，想大干特干的时候，他不给你胆子。妈的，这身体不行了的时候啊，就感觉要随时要休息，甚至要歇菜的时候，他妈的不停的给你胆子。我这他妈的郁闷死了！我说现在的科技难道在我的后边装了两只眼睛，就盯着你看？你身体不好的时候，人家就疯狂给单，哎，这人快挂了，赶紧给他单子，然后你身体好的时候，哎，这人身体不错，这个单子就慢点给他，小小的给他。我说是不是现在高科技都在我们每个人后面都装了个眼睛？我操！哎呀，然后我觉得够了。虽然说现在他妈的物价也涨，超市价格也涨，房租、水电什么都涨了。哎，但是他妈的赚钱怎么都容易，妈一个礼拜连他妈房租钱都赚不出来了。哎，真他妈操蛋！我感觉我的车怎么往一边斜呢？我操，邪门！但是我看我的轮胎它没事啊，那肯定是马路的原因，对吧？肯定是马路的原因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个车老是在我后面的。现在我们上高速，今天走路和上高速是一样的距离，那么上高速呗。哎呀，反正这个地方吧，就是觉得胸口这儿就是会有隐约有点什么东西在这，反正我觉得不舒服。下礼拜。这不像礼拜了，现在已经到这个礼拜了，应该是礼拜六吧。礼拜六去看看，直接就杀过去，还不要预约了，预约什么嘛？预约瞎弄，直接就跟他讲，帮我开一个转诊单，我要去专科，我要去心脏专科，我要测一下心电图，甚至如果可能的话，要求我佩戴一个24小时的心脏监测仪，对吧？今天加衣服了，今天肯定要加衣服。我觉得很少是以前有句老话，就是什么春捂秋冻啊。春捂秋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春天呢你就多捂一会儿，秋天呢你多冻一会儿。但是你知道秋天一旦低于这个，你看这傻逼车非要逼的我这个往这边扯，你要啊，哎，没办法，是吧？哎，每次到这儿来都要搞得我骂人说脏话。你知道不能骂人的，你骂人的话，你像某些国家，某些小国家，你骂人的话，你可要罚款，要坐牢的，是吧？像咱们这种口无遮拦的，就不能去那些小国家。去小国家的话，搞不好他奶奶的就要一张罚单，而且还要坐牢，是吧？咱这种大大咧咧的这个习惯了，怎么还堵上了？哎，好的，大大咧咧习惯了，一去那种小国家，哇，不得了，搞不好就要那个。那就算我感到我的有点不太舒服，但是我今天早上还是去那个了，还是做了一套甩手操和甩腿操，大概10分钟左右。这个做这种操呢，动的幅度呢看似很大，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心跳。你看昨天下午我吃完饭之后，然后接了一单呢，我就正好开到球场附近，我想着既然都过来了是吧，那打一会儿球呗。我操，就打了那么一会儿球，没打5-6分钟，那个心跳啊扑哧就到了156了。有几分钟，我跑去捡球的时候，稍微跑快了一点。这个也不捡球怎么会跑快呢？我很郁闷，心跳我看到心跳到了170了，我操，170多，我操他妈的，我说这回要出事儿了。结果打完球之后呢，也没啥事。哎呀，也不感到疲劳，也不感那个，就感觉这个心还是有点紧，也没有很大问题。我觉得我操，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啊？然后打完球之后回来又大概4点多5点啊，应该是5点多，然后就开始做到9点多。做到9点多，差不多。我看了，哎呀，有120了，行了，够了。然后呢，我就
我还有一些作业没有写啊，赶紧9:30回来洗一个澡，10点赶紧写，花一个小时写了两个作业，两道题吧，就写两道题。嗯，哎，他是要我同事下吗？那同事下吧。OK， 然后写完两道题就11点了，11点大概，这个大水想一想街道。十点多我又写完了，就赶紧上传完了。差不多准备睡吧，10:30左右就睡，就跟他睡。哎呀，我操，这堵上哪都堵上，今礼拜一啊，没那么堵啊。礼拜一那么堵吗？我操，哎呦，太阳不是特别好，太阳现在就是33，我的标准太阳是33，现在太阳呢是32，太阳有点不够了。哎呀，要加点太阳了。然后就早上吃了，把昨天晚上炖了一条鱼，黄鱼。我觉得草鱼还是有点偶尔吃一吃可以，你不能经常吃。我草鱼吧，你知道它的刺特别多，它不像这个，不像海鱼没有什么刺。我昨天炖了一条黄鱼，黄鱼呢，它属于深海鱼，它，哎呦我操，这个地方没有生活。黄鱼属于深海鱼，深海鱼一打上来，它就是会因为气压的原因，它就已经是死的。所以说，基本上黄鱼它基本上都是冰冻的还行，我觉得。你要买的新鲜鱼吧，其实说白了，其实差不多了。今天对这个礼拜有交一还要交一个作业，交个配音作业。哎呀，但是你说好玩吧也好玩，说不好玩也不好玩。刚好我有一套配音设备，麦克风是吧？那个声音剪辑的软件，哎呦什么东西我都有。刚好我之前就不是玩那种配音秀嘛，是吧？配点这个中文的，但英文的我一直配不好，因为我的口语不是特别好，发音吧不连贯，就是你要当地人一听，你可能咱们中国人听啊，或者是咱们就是非母语为英文的人听，可能你的英文读的还算是比较通畅，但是你要母语者听，你其实你还是带很多口音在里面，比如说连读啊什么东西都不是特别的到位，节奏重音都读的不是特别好。所以呢，我读过一次两次以后，我就没敢再读了，因为比较现成，知道吧？当然中文也读的不是特别好，中文也读，但是还是将就能听吧。然后我就哎，正好这老师还喜欢这个东西，哎，正好就对我胃口。但是随即而来的是这个配音的题材的选择，他要配30秒一段独白，要求是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。那你现在知道很多电影都是带口音的，或者是带一些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口音，这样的也不行。第二个就是人物的选择，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物，卡通人物还是一些什么人物，还是什么，这个选择也是很重要。比如说你想配一个，我当然这里没有什么恶意啊，就是比如说你配黑人的那种腔调，你能不能配出来？然后呢，然后腔调能不能配出来？然后他如果不像的话，别人会不会就是有些反感，对吧？你要配白人还行，是吧？白人无所谓的。你要配一些这个动画配音呢，他就会有什么呢？他会。他的那个声线比较夸张，而且呢高低起伏都有，是吧？高低，比如说比较粗犷的，比较低的，是吧？比较细的，比较尖的啊，就各种声线都有。所以那个配动画呢也不是特别好配。当然了，咱们就是玩一玩，是吧？播放，是吧？娱乐一下，千万别指望的你还能怎么着？还能靠这个吃饭？那不可能的，是吧？你靠这个吃饭，那些专业的人都是吃干饭的，是吧？你这种外行之外的外行，你都能配音吗？那这些。专业学这个的不是吃干饭的吗？对吧？你不是狠狠打他们脸吗？所以说咱们也不能也不要有这样的妄想啊！你觉得你就是说白了，你如果有这样的天赋啊，你30岁之前可以说是28、29岁之前，你早就出来了，是吧？你没必要等到这个多大年纪了，他妈的，哎，人生都走过一半，进入下半场，你还在这发掘你的潜力，这是不是有点夸张？当然你可以去看一些鸡汤嘛，这鸡汤文就是这样的。他随时随地都在鼓励你，那人确实需要人肯定，需要人鼓励的。但是你好歹也得自己有多少料，得清楚，是吧？鼓励你啊，何时何地都不算晚，何时何地都不算晚，是吧？那7-80也不算晚，是吧？7-80也可以学东西。那问题是你7-80，你得知道自己的状态是能学的，就是对吧？你如果是才5-60就老态龙钟的，我操，那你学学什么？就跟这老头似的，那也还有什么？你差不多就是苟延残喘了，是吧？你还想学什么东西？没有办法学。哎，但是我就纳闷了，别人他妈的一运动吧，增强体质，哎呀，这个身体越练越强壮，咱们吧，他妈的运动一下吧，这他妈有病，那他妈有病，我操，真他妈无语了，真是超级无语。OK， 今天。
今天哎，哦，还在前面，我还以为在这儿，在这儿呢。我就从这找个车位了，找个车位停过去得了。哎，我祈祷有一个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。这个都都都都，哎呦，我想了他妈的，这都我还有100多块钱在卡里面呢，这不去停车，这钱花不出去呀！我操，我看看这钱还能干什么？哎，早知道当时就不充的这一百多块钱了。哎，这他妈钱多，本来这100多块钱可以帮我解决很多问题，这他妈这钱多烧的还怎么着？这边一排都不让停车嘛，操蛋！那我去下面看看吧，下面应该能停车。也不好说，这边也不让停车。这边，哎，这边可以停车哦，这边好多车位哦。好嘞，我们就到这儿啊，我们下次再聊，拜拜。Hello， 现在是2:36啊，今天算是提早，又提早下课了。哎呀，老师对这帮学生也无奈了。今天这个上回不是，上礼拜不是那个考了语法嘛，考了语法，然后呢，很多班上很多人呢都没考好，那个老师就觉得这个觉得没有就过不去了，你知道吧？过不去了，然后就把那题目啊，题目都是重新，都是一模一样的题目。那这样的话，照抄还不会抄吗？是吧？还真不会抄。我操！我就又做错了一个单词。哎，但是总体来说还 OK 了。就是说大家成绩太差了，老师要重考一遍，然后呢就这样咯，是吧？重考一遍 OK 的。哎呀，又堵车这了。哎呀，那天礼拜五是哪里堵的？我就哎呀，他妈的，这个车把我的路给挡住了。这个黑车真他妈操蛋！噔噔噔。走啊，前面动了，这后面还动不了，这就，哎呀，我感觉我的胳膊怎么又疼起来了？我的妈的，我看能不能坚持到礼拜六，礼拜六肯定要去看一下，不看一下这谁受得了啊？哎呀呀呀！哒哒哒哒哒哒，哎呀，没有电了，我的电池也不够了。早上去机房，哎，去机房，老师改作业，学生吹牛皮。吹了一节课，然后又回来做了一节写作吧，啊，对，写作对比，对比这个换来换去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，就是你要我们造句，按照这个例句造句可以，但是要我们造的好的话，还真不是那么好。我觉得我的手应该是有问题，要不然我这个肌肉怎么这么疼呢？肩膀疼啊，肩膀很疼啊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症状，就是我的左肩膀现在肩膀有点疼。那肌肉疼的话，我昨天打球都是用我的右手打球啊，跟左手一点关系没有啊。左手基本上除了挥动的话，没有那问题。然后我早上还做了甩手操，甩手操的话，我的左手也没有那问题。又一颗松鼠被压扁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个口子不用换车道了啊，直接走就 OK 了。今天要我走高速，哎，可以。这个情况怎么情况？哎呀，咱们这个人有祸福在期啊！回去干什么呢？回去上班呢？回去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身体不好也要干活啊？不干活吃啥呀？不干活喝啥呀？吃喝都没了，妈的，这那的啥呀？现在的温度是18度啊，17、18度。今天呢，说到温度还行，但是呢，有一点小风，风吹的是冷风。我看是哪里的风？没有显示。今天吹的是哪里的风？东南西，今天吹的是东西北风吧？西北风，怪不得有点冷。但是天气还是不错啊，天气还是可以，有点晕。我的老破车，哒哒滴滴的，那个车停在路旁边，连个双闪也不打，我操！到时候别人他妈撞屁股了，撞屁股怎么办？干活啊，2点到家，3点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晚上干活。我觉得我现在打不了球了，他妈球也打不了了，我操！散散步总行了吧？对，今天中午去散步去。我不相信了，我操！妈的，别人锻炼身体，他妈身体一个比一个好，我他妈锻炼身体，他妈越锻炼越差。邪门呢，我操！那体质就跟别人不一样吗？啊？那他妈存在世上的意义在哪儿？我操！哎，他妈的屁的，我的这个摄像头怎么？
歪的，我操，怎么歪的，我操。好了，那个什么就不聊了啊，我摄像头怎么歪的，我操，有点奇怪了。好，不聊了，接道长，明天我们继续聊。明天有一个班去曼哈顿看话剧，我操，真的吗？但是我们有任务呀、啊。对了，我们有任务，我们有一个配音的任务，咱们去那个配音去找一个片段。啊，得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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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配音好，接道长，死不了就得学呀、啊，我操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到不到得了老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活一口气就得学了。先这样啊，拜拜。